乘风破浪的姐姐们新一期公演舞台火力全开，魅力十足。吴昕这身造型真的惊艳到我了，一身紫色小套装，色彩饱和，视觉冲击感很强，短款小吊带叠穿绿色内搭加高腰短裤，帅气又很有活力的工装风穿搭，高扎双马尾造型，银丝彩绳混编装饰发型，非常可爱，这完全就是个性十足的18岁元气少女模样。吴昕这套紫色荧光女团风十足的套装是真好看，减龄必杀技，人群中闪闪发光，舞台中的焦点。吴昕塑造性很强，妩媚深邃，眼妆配亮钻点缀，时尚表现力很有味道，身材好，颜值高，又刚好长了一副女团脸，太适合这个节目了。欣欣子这次要抓住机会向前冲呀，吴昕这次的妆发造型绝了，37岁大龄女青年化身成一个可爱的小野猫，毫无违和感，扎双马尾，穿紫定套装，大秀蛮腰细腿，超自信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